们两个在拍六人行吗？不行啊，过时了。快，小弟弟，我等你等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几岁啊？你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今天住吗？小心我踩碎了。你知道我是里面的主角，可是是坏人，所以你拿擎天柱出来，我会踩死他。不过不是踩死你就对了，不要紧张。你好啊，我不想跟你握手，因为你不够高，别碰我，坏了，赔不起。你看吧，就跟你说吧，很贵的。你好，你不要碰我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碰自己的脸，我看得到就行。你几岁啊？这红色不适合你。我是说你，不是说他。你的粉红色真的不适合，以为自己还六岁呢。你好啊，几岁了？你那是几岁啊？我只会说普通话，我不会比普通语。六岁，那你转身照张相呗，会吧？笑一个。怎么着？有坏吗？看我说还行吧。还有人要跟我照相吗？我要飞去中国参加破坏地球计划，要不和霸天虎们打麻将，要不反正今天是初五，咱们去吃饺子吧。你要不要和我去吃饺子？啥？回乡下？你的乡下比我乡下偏僻吧？在哪？饺子，你有吗？没有的话去买一点呗。你是要照相还是一直盯着我？那就对了，我没有你那么有感情。